今年的春播时间比去年提前了一周，主要是我们抓住了今春气温回暖早、土壤伤菌好的有利时机。我们的产量呢是在220亿斤以上，农业生产的全程托管的策划服务，我们要实现200亩以上。我们科技化的水平要达到70%，包括我们还要建育繁推一体化的种业小镇，这样实现真正实现是吧？叫种业安全、粮食安全、产业安全，农民也有很大的受益。